上第一时间选择和处理的方式。C罗接了，快擦他！哎呦我天，亲爱的，没事吧？我给你擦一下子。啊！这也磨啥呀？一般。换个态吧。我们也曾经是帅气欧巴，现在被叫油腻大叔啦。年轻时不曾想，没了头发，回到家做什么？
天天好了没有啊？别叫了，又有人了。女人真麻烦。哇，这里有只肥猫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小公猫哎，小可爱，告诉你在我们后干嘛呢？好想再回家。我要咬人了，你不要看我长得萌，那是我后天染色。等回家是不了不起的。哎呦，我叫你们亲我啃我就算了，怎么还流口水啊？小可爱，姐姐们走喽。哦，这是口水怎么才能洗干净啊？哎呀，我怎么不想天天解释？完了！好热呀，我吹一下风扇好不好？好啊。还看呀？咱们睡觉了，吓我宝宝一跳。走了，咱们去睡觉了啊！别看了，走了，去睡觉了。我们一起学吐蕃书教，一起。三二一。Ha ha ha!